公关列车长呢？111年6月30号，瑞芳站，9:08，首排的是C54次哦。蒋岩先生苏二的阿宝签的。有其他家嫌疑阿宝签的，在瑞芳站代币哦，停靠代币。也是北五发车，金融沿线啊，苏二，走C54次，用七幺幺建议阿宝签的，在瑞芳站代币哦。好多小妹个妈在门都丢不到，以及高航票，原来就是再见，拜拜。